大家好，我是 KDCS。这一路上跑到子午城的路也是非常的长，把我的这个弹药都打光了。有弹，从前面这应该就是子午城了吧？然后我还得沿路再捡一点治疗包，捡上草药，回个血，一点血都没有，真是够蛋疼。看一下啊，子午城村庄，一堆东西，这边稍微升级了一些。哎，这边有一个瞭望点，在，不会在那儿吧？我怎么上去？哎，还得往回跑一回。这边前面有一段是打了一个破坏者，但那破坏者特别的大，真的叫特别的大，大到夸张。但是比较好打的方式就是用我们这个半锁啊，一直炸，大概炸个几下就死。基本上我属于连炸状态，我记得好像差不多，应该能在9发之内把炸死吧。就你把铺的啊稍微，密一点的话，如果说你能把铺的很密的话，就能炸得很爽，能获得一个破坏者之心。这边能上去吗？有一只狐狸。我想要打一只狐狸啊！它的位置非常的烦，控制一下。哎呦，这狐狸跑到，竟然往怪堆里头跑啊！不要这样，我需要一个狐狸皮。做一个武器，哎，妈蛋，没出，算了，走吧。然后还需要一个野鸡骨，是吧？鸡骨，哎，干你妹呢！我都不想跟你打，很烦的呢。我又没什么需求，对我来说，打死的也没什么用处。这边我要怎么上去呢？这个跳石之术在这种陡坡上是没什么作用的，很难跳上去。你看，这个卡不住位子，哎，卡上去了。跳石之术，这是整个游戏中最神奇的地方啊！一般来说，像其他游戏，大多数情况是不可能上去的啊，偏偏它就是能上去的。这边应该有个瞭望点才对。好黑啊！调一下显示器的亮度。跳石之术，这真的这怎么上去啊？我还用，不会，它这个跳石头就是一种啊官方制作的方式吧？这也太厉害了吧？我觉得应该不是啊。为什么这会有个洞呢？哦，应该是爬上来。我尽找这种歪门邪道的地方上来啊！我觉得这边应该可以跳上去吧？找点好位置啊！只要能有再给我一个这个可以踩的点，我就能上去。好夸张！我感觉我下去会摔死，这有点不妙啊，有点不妙。哎，上不去，上不去，上不去啊！可怕。哦，竟然还能找到一个落点。他这边跑，这个
爬墙啊，还有爬下岩石，全是自动化，所以说非常方便。别，我还不要下去。老鹰峡谷，这个巴沙瓦蒂，它就是一直在什么叫做末日风暴，什么过几年，各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应该解锁了吧？这要不解锁就多蛋疼。OK，走了。这上面还有一个小房子呢。我好不容易才得要，又没了。先走了吧。哎，他喷血，但他不会死。我感觉好像我一来就全窝立正啊，真是。他现在武器我是后来直接就从送的，直接换了紫的，然后多了个孔，紫色又多了个孔而已。他肤色好贵啊！为什么这个看门的肤色看起来像兽人，好诡异。OK，我们去找叛徒，走啊！我
我现在是想要把这个身上的一套送的防具给换掉，不过防具的技能都是，就是它的属性都是比较怪，它一般都是单纯的单属性抗，要不然就是身边外观而已。其实抗不抗都无所谓了，我觉得来个近战抗就够了，因为大多数伤害都来自于近战，远程伤害反而就是远程或者是属性伤反而并不是特别多，因为可以规避掉，而且并不是特别致命。如果说致命就算了。内容完全有点像巫师的呢。肯定有隐情啊，有内情啊。我们之后可能就要，为了达成某个目的，需要替他们把这个事做了，然后作为回报啊，他来达成我们的目的。肯定是这样，有蛋疼。当一脚。这边有一样东西哦，这个我在想，上面铺了个毯子，平时走过去也能知道下面会有不平啊、凹凸不平的情况啊，竟然没人发现。啊，再来搜搜看，有什么小秘密？你不是说可以破坏门的吗？让我进去撒。算了，我先上个楼吧。这很像那个杰洛特去用那个他那神奇的眼睛。杰洛特总是能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其他人看不见。这是什么？没什么特殊的。也太诡异了，什么都完全不可能打开，然后结果他在上面放了一堆石头。我可以直接跳下去吗？算了，有点危险。觉得好像是个好人，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日记好诡异，这不是电路图吗？诶，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哟。
这样的话还有，这是什么？怎么像矮人工作室呀？完全看不懂。There's your proof. Read the last page. He writes about meeting me and the order to kill me. Called himself a friend. That backstabbing cheat. How did you learn to read the lips? And these things that you see, how do you do them? He focuses. He reveals the answer. Opponent's focus is the same. The device is the same. This is a phone. So that's how the killer saw you. Through Olin. Yes, so far as I can tell. Now that I know where to find Olin, I should be on my way. All by yourself? Leave it to me. I'm faster on my own. Wait. That device lets you see the unseen. How about the way I got it? I'm asking you to help me, Abel. I need to know who killed Ursa. Not just the shadow Carja army, I know that, but the exact soldiers who did it. I'm sorry about your sister, but that's your world, not mine. Don't act like this isn't personal. You came here hunting the people who... Why should you have justice for me? I'll head for the Redridge Pass. A few minutes of your focus is all I need. Redridge Pass, you said? 好了，我们有新的主线任务，要去一个地方，到挖掘地点。我来看一下，现在任务的话是有两个，一个是战王之路、太阳之城。太阳他们俩位置在哪？一个是在这，不是很远，但要走回头路。我现在哪？我现在这，好吧。很远，非常远。然后这个呢，也差不多，都得走这个方向。至于支线的话，等于可以去一下。这边也有任务去做，那我先接一下任务。接一下任务，看看都是些什么鬼。剧本是能看到两个。这倒挺近的嘛。You're the one the Vanguard has been crowing about. Then if only you'd use it to help me. Tell me about the robbery. It was brazen and professional. The thief went out through the window and scared the shadow off my. 竟然还有管家，好神啊！Why would someone steal the sword? It's priceless. Made from the burnished antler of a Vanguard sword. That's not even why it's important. The 12th Sun King gave it to my who was killed in battle during the liberation. Most of the old clergy backed the mad son as an honor guard to a venerable priest. My nephew had no choice but to go with him. Now that my brother is gone, my nephew is my heir. After all he's been through, I will be able to live. I'll see what I can. Have a word with your steward if you need me. All I want. 这个真的很像杰洛特，没事就做侦探。杰洛特就很多任务就做侦探，超级无奈。没了。我可以进去吗？估计可能就会给一个近战武器吧，因为我近战武器也没得换，近战武器没也买不到，这点也挺可惜的。你看，我看商人他们都卖些什么，也没什么变化，和我之前看的一样。打算打个狐狸皮去做这个，其他的话都还好吧。这些护甲说实在的，也不能说有用，也不能说没用，就那样。我现在穿的是什么？
潜行提升，潜行提升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不打算去升潜行了，潜行提升升一下也是可以的。这个是近战抗，哎，这边有没有潜行提升？好吧，有是有，但是我没有道具，很可惜。哇，这个是多一个自定义，少一个技能，但多一个自定义，挺神。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潜行给堆回来，这得看改造才行啊。快速行囊，啊，这个你是卖啥的，少年？啊，我不想看你说话。哦，这就是拿这些东西跟他换东西，收集品，这些杯子，但不知道能换什么。这边也是新的图纸啊，都买了吧？哎，有啦，干，好吧，我都没。再卖给你，再退给你行吗？我这已经全开了，结果又买了一份，挺蛋疼。等等，我先看一下改制作、改造衣服的改造现在有什么，因为好像都没有什么比较高级的改造。隐身近身攻击隐身加六，就加六，所以哎，我还是装一下隐身就行了。如果有机会打到长腿兽什么那个核心的话，换个隐身也是不错。第七。前往楼梯底，楼梯底是什么？哦，这边。这个城市造的真的很高级啊！请叫我们杰洛特啊。证人。Did you see anyone run through here? Yeah, almost crashed into me too. He ran down the parapet here and went down. I didn't see a sword though. He wasn't carrying it. Not a damn thing. Just ran. Oof, must have ditched the sword. There. 回去找商人。是刚才那个卖东西的吗？其实这游戏里头的指示有时候挺讨厌的，因为它是一段一段指的，并不是一个指直接指终点，所以说虽然有时候感觉很方便，但有时候跑着跑着发现指示就不见说的好神啊，你跑了也没关系啊，照抓啊。好神啊，真是真杰洛特。虽然说都是猎人啊，但概念不同啊。人家可是哎电梯，哇，这牛逼了，这牛逼了。电梯，我还挺好奇它是用什么东西作为原动力啊。这不会是那个雷霆崖的电梯吧？有点像。
可是为什么我按这边那边下去？电梯群上来了吗？这个电梯是几个意思？哦，没看懂啊。我们来坐坐看这个电梯到底是什么，好像很神奇。哦，感觉这个电梯灰好大，为什么走路会有这么灰呢？还是绿颜色？下面有个篝火井，这让我们从这……哇，这哦，原来这样，哇，这地方好复杂。商人特别多，特色商人，各种收集品、遗物、珍藏品、机械资源、神秘箱、容器珍藏、狩猎商品，这些东西等会过来看看吧。然后点个篝火。就是可惜不能在这里面骑马，虽然我也没试，我看能不能召唤出来哦。嗯，嘟嘟嘟嘟嘟嘟，没有。王族玉米田。其实我以为这个任务，如果说我把那把剑给找到啊，它会给我们一个啊紫色的近战武器啊，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近战武器可以换，也不知道来源。应该是据说最强的防具来源于一个这个实验室，一个地下实验室。怎么走这么远？那个是一开始就已经接到的任务，但是要收集五颗电池，那电池在遗迹里头，遗迹位置不明。嗯，虽然知道名字，但不知道在哪。而且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非常轻易就能到达的地方。指甲说你们好烦啊，你们好烦啊，这任务累不累啊？哇靠，1500多，嗯，做主线蛇顺道去吧，这不用说，这肯定是做主线蛇顺道去啊，这不用说了。哎，我现在跑回去再重新接任务，再上去接任务，各种接任务，只能这样子了。那我看这期视频也只能先录到这了，他这期的任务真的是特别长的系列。血药，血药，连血药减了都不涨多少，应该给我加。哎呀，哎呀，算了算了，走了。因为我这个医疗包给他加倍了，虽然说虽然说加倍之后它治疗量并不会提升，只是意思就让你减得更多一点，身上带得更多一点，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有用的地方。
总之相对来说，我觉得收集更麻烦了，因为你需要收集更大的量才能攒满。如果有强迫症那种不收满就不爽的玩家，那就慢慢收吧。这么一个小箱子，我这边收集了多少机械零件啊？你们都可以自己组装一个啊，研究一下系统啊，把 OS 重新写一下子，自己组装一个玩，或者直接做成坦克车玩啊，真是的，自行操作多好。哎，还差一个冷凝，牙口兽都忘了什么鬼了。好吧，我们任务今天先做着，这个我得先把支线先解了，这个要不然路上跑一堆事，真够麻烦的。那先录到这边，拜拜。